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好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到如何借着佛法的观念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纷扰的城市中得到一丝清凉，还有一份自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禅修。那么在节目里呢，师父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禅定的喜悦。那我们也知道最近在国内国外禅修的风气都相当风行，甚至美国很多演艺界的人士也非常的喜欢禅修，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这个禅修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谈一谈？如果说在印度或者是在这个缅甸、泰国、西兰那些地区，他们讲禅修大概是坐在庙里边或者是在深山里边，就是打坐。那种禅修对于日常生活可能是突击的，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日常生活里边的一部分呢来看。可是在中国的禅宗啊就不一样了，中国的禅宗就是把生活里边的任何一点，你只要啊用心的去体会它，而心不会啊受到外境或者是内心的困扰而在那波动，那这个就是禅。嗯，那么一个人如果不受外境也不受内心的困扰或者是影响啊而产生情绪的波动的话，这个人过得很愉快。人所谓烦恼或者是痛苦，那都是因为情绪的波动，情绪越波动我们人越不安定，越没有安全感。嗯哼，那情绪越稳定的人，这个人的人格也是呢越高尚。还有我们这个禅修啊，是不是说也要打坐？那通常呢这个打坐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夫，是如果没有打坐的话呢，一下子就叫你心里不要波动，这个不容易。所以是呢最初开始啊，嗯，练习叫我们心里不波动，那还是要打坐。是那师父，如果说像我每天早上啊会抽出一段很短的时间来这个做早课，然后也许做一下十分钟，打坐做个十分钟，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禅修？是，就是说你专注于某样事，而没有其他的杂念，或者是呢，稍微有一点杂念，可是你是在很平静的情形下来从事某一项工作，这也算是禅修的啊。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要用头脑，谈话的时候可能要用思考，但是呢如果是拜佛啊念经啊持咒啊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用思考，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呀顾虑，你这个心是平静的。那平静的心，虔诚的心，这就是一种禅修。是很多人常常会说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啊，我每天上班这么忙，我还要照顾家庭，那我哪里睡觉都不够，哪里有时间禅修？可是我记得以前在随师父打禅三的时候，师父告诉我们说吃饭的时候要专心，走路的时候要专心。那么像这样子，如果吃饭走路都非常专心，然后心无杂念，可不可以也算是一种禅修呢？这个很难做得到。嗯哼，虽然是说我们讲是专心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走路的时候就是走路，
或者是你打麻将的时候就正好打麻将啊，这很难做得到。那么单纯的动作那比较容易，那复杂的动作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吃饭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动作，走路也是非常单纯的动作。那这些呢，就可以因为动作单纯，头脑就没有那么的呀，这个复杂的观念或者复杂的想法、复杂的念头出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可以讲说是一种禅修，但是呢，如果我们讲专注，这个也有一些问题在。是。所以专注的时候变成紧张，那也不是禅修。哦。这我们呢，往往啊，就是叫专注，往往不是紧张的专注，而是呢，是一种我在体会它，我在体验它。比如吃饭的时候，我就咬一口菜或者是一口饭，饭是一粒粒的米，那菜是一片一片的叶子或者是什么，那我很清楚的我在咬，很清楚的我在嚼，很清楚的它是吃什么味道，那我在享受它，我在体会它，这是禅修。那但是呢，如果我就肚子很饿，盘子里面还有的恐怕被人家抢去了，他自己赶快再加第二块，这样的时候就不是禅修，因为心中有另外的念头了。如果说是自己欣赏自己在吃，欣赏自己在走，欣赏自己在喝，很体验欣赏，而自己没有许多的杂念，这就是禅修，这是禅修的生活。是，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虽然我们很忙，是不是还是可以找出很多的时间来禅修？没有问题，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要在喝水，人人都要走路。我们手动作，如果知道我们的手在动，那也是禅修。现在我们俩在对话，我们很简单的对话，我们没有其他的杂念，只知道我们在对话，你听我的，我听你的，我们并不是那么紧张的在谈话，这个也叫是禅修。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师父说，禅修呢，能够带给我们安定，能够带给我们智慧，能够提高我们的人格。那么生活里面无时无刻不可以禅修，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